为了迎合上班族紧张的生活节奏，日本东京多家餐馆推出了站立式用餐服务。餐厅内设置有长形高桌和围桌，客人只能站在桌子前吃饭。像这家饺子馆，为了帮助上班族节省时间，餐厅不仅开设在了车站附近，还推出了许多制作简单快捷的菜品，许多上班族可在乘车前就能快速吃完食物。除此之外，站立式烤肉店、站立式披萨店、站立式寿司店也颇受欢迎。